你想起啥了？想起我前男友。你 给他剥虾？不是，是他给我剥。那你就别剥了呀，赶紧戴手套，快，赶紧的，对，赶紧的。那你这个事交给我呀。我就没见过上了虾之后俩人狂剥一阵的那种吃法。行行行，我吃了。哎，那你前男友螃蟹也会给你剥吗？会啊，全部给我拆开，我都惊呆了，以前从来没有男生给我这样弄过。就是啊，惊呆，我也会拆螃蟹。真的吗？你以前给你女朋友拆过螃蟹吗？哎，好问题。哎，僵住了，完了，自个儿挖坑自个儿跳。灵魂拷问。我忘了。你忘了，太假了。会呀、啊，没有，其实没有啊，有吗？没有啊，那也还是不会。我会，真会。爱是真的，爱是假的。你挖是我可以自己剥呀、啊。我给我自己剥的。那你放在这儿，你都不怎么吃，然后我就一下就吃了。你顺便吃几个。不是你这样老播，我在这样吃，我就很不好意思的。你可以夸奖我。哇，你好棒哦，你还会剥虾。